艺术教育里面就有一个什么呢？就会比如说这个舞蹈，或者说其他这个口琴啊，或者说竖笛等等。本来他自己的卫生不好，他表演起来他感觉到难为情，这就是对学生的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教育。包括大城市里面老师，这方面的老师都很缺，这就是遇到了很大困难。那么当然我们就不怕困难，就要一边学一边呢去教。老师想得远，学生想得远，整个学校才能发展起来，才能更远。冬天的黄土高原，天冷风寒，百废待兴。因为没有农活，牲口也都圈养着，等待春耕。做喂鱼嘛，辛苦嘛，辛苦一点。这现在的话，剩闲下来就是。作为专门为了呢，就说再没有其他走头了，走一遍，都那时间上忙了，走了走吧，还要遍。十岁的魏代琴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自小就得帮忙家事和农务，这是黄土高原子民普遍的生活缩影。代琴的父亲早逝，母亲离家，劳动挣钱的重担就落在60多岁的爷爷身上。像我们这么个，不行，你头老了头不上，走不动，只能就说种上些这个玉米，这个在这个在这后坎头啊，都收过去了，慢慢的收过来，这就是这么个，这经济效益不够。除了家庭生计，下一代的教育更是农村里长辈最关心的课题。那么简单，那是先是这个接这个，但是这个接这个接不出了。那你等成这个，你来咋错的？你等这个咋错的？因为等这个嘛。那等慢的话，就死别人了。死别人，当然这个，那么你吃你看，我吃3杯，我问你还剩下49个人，那就是咋吃？他在这个饮用车上，他这个。把这个总是理解不来。你现在教得来他吗？有的还是开始教，有的不懂，有的开始教。像魏代琴这样隔代教养的家庭，在甘肃农村不是特例，因为许多父母外出打工，无法陪伴在孩子身边，学校。成了孩子未来最重要的寄盼。魏代琴就读离家1公里外的刘川慈济小学，这所农村小学开办至今2年多，招收了周围村庄150多名学生。第一小题，谢字有3个意思，我想听一下同学们自己是怎么选的，听得懂吗？同学们听得懂。好，学校紧邻移民新村聚落，
由台湾慈济基金会捐资援建，硬体设备比一般的农村小学更为先进。刚才我就是在这儿修的。这就是，就在这个地方我还没检查。现在都烧了，现在这儿暖气都烧了。冬天有烧煤运转的供暖系统，在零下十度的低温中，孩子不再需要烧柴生火，围着火炉取暖上课。现在就要这儿上来就要放气，你不放气的话，就水不循环，热水不上来，闭住空气闭住不上来，就怕就害怕就让人家冻掉。基本上我都已经修好了。总务主任马耀森负责校内所有的后勤工作，对于新式供暖设备的维护全靠自己从头摸索。这都是逼着学的，逼着这样学的。去年之后咱们开班之后叫了一个暖气工，叫了三个暖气工，天天叫，今天请这一个的，明天请那个单位的，叫来给我教教会咱们。因为咱们这儿你请一个比较懂暖气的人啊，工资特别高上人家有上岗证的这些子，一月就要两三千块钱了，咱们一个学校补不起。老师好。首先呢，今天我们又一次这个少年宫活动口琴活动小组又开始了。首先同学们呢，回顾一下我们前面学过的一首，叫个啥呢？两只老虎。哎，对，两只老虎，我们一起合奏一下，行不行？行。哎，好。46岁的马耀森是学校里少数农民出身的老师，过去曾在若力山区担任民办教师多年。当了民办教师，就是边教书边务地。农民嘛，当时我们的上面的补助，国家给我们发的是一月发38块钱。那么这个我们村上呢，就给我们补了10亩地。一边教书，一边要做农活，这才能维持家庭的生活。这是我30几上的一个照片。这个还差不多。这都是我们学生一块儿。哎，不对了，稍有没找中地方。尽管收入不多，生活也清苦，但他从未放弃为人师表的理想。几年前他努力考取正式教职，又幸运地搬迁移民，如今终于能够专心实现当老师的梦。这一个人，这一个刀拉，不能不要延长了。这儿的孩子因为见得多，看得多，接触得多，人家的这个思想呢比较先进，教育起来就比较费劲一点，还要用要应用到一定的一些子，好方法去引导他。你不能说一味的像咱们以前的老师说，把你就是骂一下，打一下。虽然现今的教学条件和学生性格都不同以往，马耀森仍有自己坚持的教育理念。首先要教给孩子的这个思想，第二个才能到文化。你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思想，你就是现在你的成绩学的有多好，就是第一名，成绩拔尖的，你没有一个好的思想，你将来走向社会，你也不是一个多优秀的人才。这种关注孩子品格内涵的中心思想，其实也处处展现在这所小学的课程里。刘川慈济小学草创的第二年，随即获得政府补助，得以兴办乡村学校少年宫。这是大陆针对农村资源缺乏与留守儿童等现象
从2011年开始的教育政策，那么对旧社会儿童的那种同情的这种事情，哎，把这首歌呢表现出来，非常沉痛这种心情，然后在我们的这个琴键上把它呢表现出来，预备，起。少年宫如同城市里的才艺班，包括音乐、棋艺、绘画、舞蹈和体育等动静交错的课程。学生根据自己的学习兴趣，利用每天课后一个小时免费留校参加。截至目前，全中国大陆约有25000个乡村学校少年宫，影响触及2000多万名的农村孩童。但农村学校师资短缺，每位老师除了教授原本的学科专业，还必须兼任才艺教师，自学乐器传授给孩子们。把这个箫、丁箫一定要吹出来，吹出来这个层显得啥，在这个地方的啥。那为啥呢？从低音到中，从中音到低音呢、啊？它是在根据歌词在编排的时候，它编排进去的啊。这个咱们到后下一节课重点给咱们。歌词这方面咱们再讲。最初啊，是给说实话呢，我们要这做这件事的时候，老师们真的有抱怨声，真的有抱怨声。那么我们后来之后，我们也调节了一下，调节了跟老师们也谈心了，也没正式的那么那个，就是我们相互之间在他搞活动的时候，我跟他去谈心，我跟你让我们都一样，在这么转的过程当中跟他谈心，转，老师也自己，这个本来是一个很有趣的事，老师也在玩，学生也在玩，玩中学，学中玩嘛，把老师也给玩进去了。搞这个少年宫活动的话，它是非常占用老师的精力的，因为你每节课都要去认真的去备课。但是对于老师来说，天职就是教书育人，老师受一点苦没关系，只要看到你的学生在你的教育下他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或者说有一个成长，老师就是最欣慰的。快过年了，放寒假的时候，你看咱们这个大街小巷啊，有时候这个社区啊有写对联的这个爷爷，你们也可以去给他们帮帮忙。一年多来，少年宫课程逐渐步上轨道，孩子们不仅有了成就感，还能自主学习，更有令人意外的收获。到目前为止，那么我们这个艺术教育不但没有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的教学成绩，反而呢，让我们学校的教学成绩呢在大幅度的前进，到现在已经名列全校的前三名。这节课我们来学习一个新的笔画，就是折的写法，动笔然后走过来，折动一下笔，这是斜方的，然后向左下倾斜。而刘川慈济小学的老师们在教导学生艺术特长的同时，更借此深化孩子的品格内涵。练这个书法不仅说要是发展你的兴趣爱好，还有在这个写书法的过程中也可以提高人的什么修养，从小练书法，你的性格急躁啊等等脾气啊这方面就可以通过这个书法可以静下心来，在你练书法的过程中可以提炼你自己的什么修养，可以讲究你这个平时的这个脾气，让你的脾气温和一点呀。因为我以前写字都比较急躁，总想着快点写完。自从学了书法课，就可以让自己慢慢的写字，让自己把字写得越来越好。开始学书法，觉得，
写书法就是写吧，可是到后来才觉得写书法要心静下来。艺术陶冶品格，在流川慈济小学不是遥远的口号，这已经是老师们身体力行的教学价值。你比如说，有的孩子啊，他这个没有这个良好的卫生习惯，那我们在艺术教育里面就有一个什么呢？就会比如说这个舞蹈，或者说竖笛等等，那让他来在这个地方进行表演，那他的本来他自己的卫生不好。他表演起来他感觉到难为情，这就是对学生的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教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个过程啊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情，但是如果咱们一直坚持下来，一直坚持下来，在这个学生能够找到自己的啥成就感，当学生找到自己成就感的时候，他就内驱的了。六年级的白星一家人过去住在干旱的若丽园上，搬迁下山五年多了，不止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父亲也深刻感觉孩子的见识变得更宽广了。搬到柳川时比较是范围广大了，毕竟我们山区来说它还是进步的多，见了人还是敢发言，像我们小时在我们森林它是不敢接触人，见的人少。一所农村小学对教育的用心，让家长们看到了下一代脱贫的盼望。肯定有失望嘛，失望他们长大成才念考上大学嘛，出外闯家年嘛，走出这地方到城西地方去吧，这就比这到农村就起码发展好吧。徐的，那好啊，来把这个。天未亮的清晨，学校为孩子们准备了营养早餐，从采买、烹调到上菜，都由老师亲自把关。那个，我们家里面很多，要是汤剩下的话，每人加一点嘛。好，汤你们谁想要，我就说，我帮你们舀。虽然学校食堂尚未完工，学生只能在简易场地享用早餐，但孩子们的生活教育没有因此而疏忽懈怠。那也是，都拿着。来，有些孩子对于这个吃花卷他不爱惜，有糟蹋的这一种现象。我在上这个思想课的时候，我是就穿插了这个，教育，我说呢，你们没有误过地，你们不知道这个粮食的由来，你们不知道粮食有多么的珍惜，你没有经过挨饿的那个时代。我就把我自己怎么样误地啊，怎么样去干这些农活的，那有多辛苦啊，我给孩子们去讲。农民珍惜土地、惜福爱物的精神，在不知不觉间传承给新世代的农村子女。孩子们也从细节中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老师就会特别的说，学校免费给你提供了早餐，你既然吃饱了，为什么不可以把它做得更好？你把早餐吃了，但是你后面如果不做的话，别人做，那你第二天
让别人做，别人如果也不做的话，第二天怎么办？第二天你会生活在一个脏的环境里。那如果你比较爱干净的话，你不去做这些事的话，第二天你吃的时候你怎么能吃下去呢？放寒假前的周末，孩子们在师长的引导下走出校门，进入社区实践课堂里的知识。哎，装着啥？孩子本能自发的身体力行，这样愉快的课后活动当中蕴藏深厚的教育意义。在我们小学阶段，我认为啊，培养学生的做人管理的话，而且要从小事做起，从很不起眼的事做起。当他从这小事，他把一些小事都做好的时候，他确实是很成功的做人了，很成功的。到能做好人的话，他的成绩永远超过大家。我们在这一方面说，我们学校的德育干粮，也就是这么在逐步的在咋渗透。叔叔阿姨，我们在广场上将要兴建小学，将要在广场上举行一次文艺汇演活动，邀请你们去参加，可以吗？可以。谢谢。学习才艺不只是为了提升竞争力，还要教会孩子们懂得分享，愿意付出，使得他们的人生有更宽阔的风景。站得高，看得远，这是定律。当你在起点很低的时候，你看的要比别人首先要短，浅，短浅。当你站到一定高度，你就看得远，看得宽，看得广。